这个眉毛跟我开玩笑吗？都卡色结快成这样了哎、欸。还好吧，再刷快就好了。嗯，还是卡啊，好恐怖哦。没有跟你说，这时候就再补就可以了。天哪，你在花民国几年啊？来了，我跟你讲，你用这支眉笔，然后再搭这个野生眉，超赞的。麻烦你去卸掉你这个丑陋的眉毛。它画起来很细耶，颜色也不会很深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它就是这样子画在眉毛上就会很自然哦。眉毛这么多人，你其实只要画眉峰跟眉尾来填补一下空隙就好了。哎，这样说完好自然哦，眉毛好多了，真的。我说你当这个野生眉，它会更有毛流感，更好看。哦，就从底部慢慢往上梳，把毛梳起来，站起来嘞！哎、欸，它整个站起来嘞！对啊，哎、欸，好好看哦，你两边差好多哦，这边五官变得很深邃、很立体。哇，这些外国人跟高鼻人好像，哇，眉毛上面好立体，超有神哎！而且你眉毛整个站起来，根根分明的。哎、欸，可是我等一下出去了，会不会到晚上它就塌掉了？不会啦，它很时装，而且它超坚挺，可以放东西哦。牙签嘞，你确定？那试试嘛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。呜呼！哎，这太荒谬了！你看有没有？这太荒谬了！所以你不用担心晚上会塌，就是可以这么挺。流汗啊，或碰到水都不会晕妆啊！你要不要试试看？哦，这没掉哎！是不是很干净？真的，眉毛还是很挺哦，直接在原位哎！哎，你这组合真的很厉害耶，是不是？还是我整个包回家？都给我。好啊，给你了。但麻烦你那个眉笔这份丢掉，我都看不下去哎。天哪，这个眉毛也太好看了吧！重点是它一整天下来都这么坚挺，真的超时装，太喜欢了，这个哦不得了，爱死了。